借我们俩讲话啊，马上蔡老师。不是很舒服，嗓子也不舒服。Drink more hot water. Shaking 说多喝热水，这是 Chinese 很有用的一句话，多喝热水。大家都很想你，我们都很想你。